啊，五个啊，这是什么车？装备告诉你，啊，大水箱，这大起重机，我靠！今天这鱼塘不给他整了，昨天自己整不了，今天我叫人整，我就还不信整不了。待会要划船过去把鱼赶过来。别笑了，快过来打打手。哇哇哇！五哥，鱼跃龙门。没有啊，很多鱼的，鱼呢？啊，五哥，啊，网都烂了，就两条鱼，十来个大老爷们儿就抓到两条鱼，准备第二网。对对，那边把鱼赶过来收网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别看他们现在活蹦乱跳，待会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哇，这么多鱼，这有两百斤了吧，五哥？500斤，这起码500斤了。都在，都在。这鱼好像没见过，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鱼吗？加油，王四！好重好重，这一桶200斤肯定有了，待会再来一碗肯定有3000斤。不对，用啥新米发米？有问题，你这眼睛要治脚对吧？不是一碗千斤吗？五哥，你这捞了个寂寞呀？你没有了我的心，